成立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有請啦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啦，為大家致閉幕詞嘅，有請。需要我再講好多嘅説話。不過喺度咧，我哋再一次代表中文大學咧，係多謝何鴻燊博士醫療擴展基金俾我哋每年一次嘅機會同大家嚟到去分享，亦都多謝廈門大學同埋係來自台灣嘅各位嘅 speakers 係遠道而嚟咧，係同我哋分享你嘅經驗。咁咧，我亦都咧係喺度咧再一次多謝胡錦燊教授咧喺呢一個成個嘅研討會嘅裏邊做咗咁大量嘅工作，多謝咧陳醫生咧係帶領你喺澳門嘅醫療團隊嚟到去參與，包括你嘅醫生同埋護士。咁我哋希望咧呢一個嘅拓展基金咧，其實我哋今日下晝咧開咗一個頗為長嘅會議，希望咧喺以後嘅日子嘅裏邊咧，我哋有更加多嘅唔同嘅方法，係將最新嘅醫療嘅資訊帶俾各位。亦都希望咧係喺網上邊去做一啲嘅教學嘅平台，將最好嘅 lectures 咧係喺網上邊可以公布俾大家，就以至到咧係不單止係每年一日嗰個嘅大家係研討嗰個時候，亦都咧係喺平時你喺屋企都可以咧聽到最新嘅醫療資訊。咁咧就喺呢度咧就恭祝各位新年快樂，龍年進步，多謝各位。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2012醫學研討會已經圓滿結束，好多謝咁多位嘉賓嘅出席。